主料：土豆500克，辅料：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主料：土豆。把土豆去皮洗净，切厚薄均匀的片，可以保证土豆片的口感一致。浸泡5分钟，洗净表面淀粉，防止氧化发黑。沥干水分，防止入锅时爆锅。油烧至七成热左右，放入土豆片，轻轻晃动锅，防止土豆片粘到锅边。当土豆片炸至到定型，用漏勺翻动，使其均匀炸至。炸至到土豆片开始漂浮，微微发黄，和入烧相碰，有哗啦哗啦声即可。快速捞出装盘，用滤油纸滤油，即可上桌品味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即使到最后时也要用旺火炸至，防止土豆片吸油。二、炸至好的土豆片就是原味的，也可以撒少许盐或其他调味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